我叫王伟东，是一名职业帆船运动员，现在主要担任教练员工作。英雄联盟是我业余时光喜欢的游戏， LPL 队员们团队协作，勇于突破自我的体育精神，正是我们帆船竞技项目所需要的。这一次 S9 LPL 的三支队伍将面临很多强敌，我将带领我的队员们进行一次帆船挑战，给他们加油助威。我们将驾驶三支帆船同时进行，在30秒内行驶出 LPL 的轨迹，并短距离内利用风向完成高速转向，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挑战和自我突破。有挑战就有突破，希望我们都不忘初心，敢于突破，勇夺最后的胜利。